出生在那个战火连天的世界里，怪兽摧毁了我心目中的英雄。在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，再强大的英雄都可能变成历史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永远的、不停的去进化，更快速的反应，更智慧的系统，更强悍的信仰。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，它将会改变一切，我们将会改变一切。这就是我们的时代，为这个世界创造不同凡响的宇宙。这就是我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可以加入小米 Mix 研发团队了。小米 Mix 2S 3月27日上海见。